我这唱地盘，今日就给你再胜是老大。唱你的地盘是给你面子，你上好是莫收唱笑，无等下，安怎死的拢唔知道。跳啊！的比赛规则就是，其实我不知道比赛规则是什么。我们有两个回合，一个是一个比快比准的九宫格，用枪吗？阿伯嘞，好，肉搏。虽然手上拿很久了，但还是很迟疑，就是用枪啊。第二个回合就是我们现在身后的一个追击的一个部分。第一个回合呢是个别进行，是。第二个回合我们就要同时进行。你知道我是個肥宅吗？这样叫我做这种事情，谁叫你来抢我地盘？好，这是我的错，好不好？好的，那我们先找教练。好。动法的话，应该要拿一把。应该是手枪。哦，小把比较好。对，手枪哦。那就请给我来一个小把。那戴宗呢？啊，其实我是比较想要用这个 M4， 对，是可以。好，那我用那个好了。是不是？那等一下护目镜呢？麻烦全程帮我戴上，都不要拿下来哦。哎，戴宗。我已经在对焦了，你还叫我转头？先干扰你再说啊！好 ，Lady， 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吓我一跳！很突然就开始了，我想这样是有中没倒。哦，还有这种的，你要打到中心点才会倒。他都没倒，我的天！啊！我的准心在哪？我的准心在哪？我看到了。他那个应该是刚好倒下来，不是被我打到吗？刚好倒下来。哦，没子弹了。没有，没有。我们的成绩就显示在上面。完了，这年头不能接稿啊。完了。好了，准备下一位。换我了。刚在开始前，教练说我们两个挑战的东西啊是比较难的。他说我们应该先从简单的开始。我连靶都还没看清楚，他就躺下去了。他其实比我家坐还远哎。你是后悔了？一点，没关系，你零嘛零，我只要打一个就赢了。持枪姿势，惯用手握枪握柄，另外一只手撑下面，右手伸直，闭左眼，用右眼去瞄准。平常都只有在夜市打气球，目标物好小哦。枪口一律朝前面。请问有几发？20。我至少中一发就赢了，对不对？讲得好像很简单哎。来呀、啊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还没起来。哇！啊，哦，那还没起来，要打绿色的是不是？有起来的都可以打，低一点。哦，哎，那个是中。太惨了，太惨了！看得到子弹的轨迹有差。哦，真的哦，哦。没有，我从那个孔完全看不到我的子弹弹出去。哎，他开场就拿一分哎，我。不要那么认真嘛，你都赢了。不是当然要让分数再高一点嘛。不需要啦，不要啦，分数一下拉那么悬殊，这比赛就不好玩了。啊，来分数，哇，应该起跑点了。没事啊，那下一回，我跟你下一回我就学乖了，能拿最简单的我就拿最简单的。Round two。接下来是我们的追靶射击游戏，这是我们待会会使用到的雷射枪。游戏一开始记得先装子弹，枪握柄的部分往后一拉。就会听到上膛的声音，它一个弹夹50发，直接扣扳机就可以。红色的点就是子弹打到的地方。场上有6个盒子，同时只会有一个闪光，开枪对它是一射，打它的亮光点。同时呢，也只会有一个人打中，所以要比别人还快，要去抢别人的靶。那我们的成绩呢，最后都会写在上面。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记得先装子弹。上旁边。哎，我完全没发现。那边是我的那个盲点。没有。啊哈，你那个位置比较容易看到那一个哎。好，还有1分钟。那现在再多子弹用不完你，哎，你别抢啊你！最后30秒。抢啦！你是看我瞄哪就跟着打哪吗？最后10秒。哎，居然停在一个。来公布成绩。
27、29。啊，我还想赢啊！这我真的不得不说，他这个位置真的那一个点会特别容易看到。我站在这里的时候都一直在看这里，然后那边就会是一个完美的死角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来公布今天的成绩啦！我不想听。第一回合听不到，4-0，遥遥领先。第二回合呢，我小输了2分，所以中间是我赢了2分。叫你要来抢我的地盘呢、现在我要去攻打黑贼熊的地盘喽！进攻！太急了吧你！让你没有时间防御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刚刚输了，这个不能输。那你慢点，你太急了，太急了，慢一点。我还没有设定好了，太快了啦！放尊重一点，放尊重一点。我跟你讲，我很认真的。感谢有黑道风云的赞助，让我们这次可以来体验追吧射击、枪击，还有一种帮派竞争的感觉啦！我来问我今天的来宾黑带熊，我觉得我根本是被单方面施暴，是这样子吗？你当过兵的男人呢？不知道几个年前的事啦，别提了。所以你觉得今天体验的感觉是还不错啊？而且我觉得其实蛮多男生就是对这种枪械类的，本来就会觉得很 man， 很想玩一下， 但是被打爆我的居然是，对，算了，算了，我是蛮厉害的嘛，算了，没事。你想要打爆我，看你只能靠游戏来打爆我喽。刚刚又被算了，不提了，不提了。那再一次感谢由黑仔熊一起来跟我参与这一次的体验啦。不客气，来体验被打爆的感觉，真的棒。想当老大，黑道风云模拟自己的帮派。我们下一次的影片见，拜拜。枪呢？枪呢？我的枪呢？枪呢？